牧师，你现在都做什么低级的工作，看不懂啊？以后嘛，哎，他们很快就起来了。可能六 K 是你要打地基，可能两 K 就最好，因为上面就很快建了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嘛。特别你看中国人啊，建造这个建筑工作非常厉害，哇，这是非常厉害嘛。好，我们看这个建造工作哈，所以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来一起看啊。好，我们先来读这三节先好不好？来，一二三，那以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到，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们张和平，我先解释个经文哈。那撒迦利亚书呢，就是一本呢，它被掳归回后的一本的先知书，一起说先知书。先知书。被掳归回的先知书有三本，一个就是撒迦利亚，一个是哈该，一个是马拉基书，马拉基。所以有一次我在我们今年是什么年呢？什么年？华人什么年？前几年跟七年对不对？啊，前几年哈，那一年我知道我跟我们总会的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他们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牧师的哈，所以我们就吃饭了之后我说啊 ，This year is chicken year， 是 chicken year， 今年的哈，就啊 roster 啦 roster， 我说那鸡的就明白了 ，roster roster roster year。那我说呢 ，You know there's two chicken in the Bible， 哇 ，what chicken is that？ Haggai and Malachi。马来好，我都忘了马拉盖了，马拉盖，马拉盖，我说你笑啊，开玩笑啦，不是啊，因为圣经有两个人物，就是汉盖哦，一个是马拉基哦，这个马拉盖跟汉盖，所以这个人另外一个是三个人，他都是后被掳后的先知，这个是撒迦利亚，但我们归回后呢，就必须有一些先知的提醒他们，我们撒迦利亚书。就是最后的第二前书了，前面还有哈该，然后最后也是马拉基，所以这些都是先知提醒，这是以色列人如何过来建圣殿的工作。好，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我们先讲哈，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的意思，撒迦利亚，这个意思就是神必纪念，耶和华必纪念 ，The Lord will remember， 神必纪念我们，这个意思的，每一个名字都有它意思的。哈该的意思 festival 啊，马拉盖就马拉盖就是天使的意思 messenger， 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思的。比如说你是 Michael， 请问 Michael 什么意思的吗？你去是 Michael 呗，我们叫做 Michael 哈 ，Michael Jackson 嘛，就是啊嘛。Michael 的意思谁能像神 ？Mika， 谁能像神？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啊，所以要找到哈，所以一年我给了很多年轻人，三十个年轻人的名字，我帮他们起名，起英文名啊，我给了，因为哇，一次过三十个孩子的名字，我给他们起，那么名字我忘记了哈，太多名字给他，所以名字很重要。撒迦利亚是神必纪念，一直到神必纪念，神必纪念。今天你忘记，上帝不会忘记；人会忘记，上帝不会忘记，因为他是撒迦利亚。OK， 好，我看到那一天晚上呢，这个撒迦就睡觉了，睡觉他就看着异象，一看八个异象哦 ，eight vision， 连续八个异象。你看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有连续八个异象，我不讲八个异象，我讲第五个，这是第五个异象，就看到这个橄榄树和这个油灯啊，这个金灯台和两棵这个橄榄树出现在门当中。那么呢，看望是这个金灯台之外，还有两棵橄榄树，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的啊。代表东西呢，这个两棵树代表了这个呢。你看第十节、第四，这上面第十节、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两个是代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一个叫所罗巴伯，一个是叫做这个耶稣亚。耶稣亚是当时大祭司，一起说大祭司。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呢，七十年当中呢，他们还是有他们宗教活动，没有到会堂，所以他们有祭司还是保持着宗教的生活、宗教的活动。有大祭司在耶稣当时，那么有一个人叫所罗巴伯，这是省长。这两个人就回来帮助他们建造圣殿工作，祭司代表属灵方面的一个领袖，那么这个主老爸爸代表神长的职场的领袖，就教里面必须有两种人建造，要属灵领袖，要职场的领袖来建造教。单单靠着牧师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就在属灵教导你，但是呢你就职场人一起跟他配搭，像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这两个人，所以这两棵橄榄树是一表这两个人来建造要跟犹太人重建圣殿的这个重要的人物。我们看第四节来看呢，就是一个啊，这是是啊意象，看九个意象，八个里面第五个意象，看这个金灯台，看到两棵这个橄榄树出现在他们当中啊。这金灯台代表着这神的同在 ，OK 啊，代表了这个呢神的应许。那么呢，两个橄榄树代表了这个两个领袖，一个属灵领袖，一个职场领袖，来带领他们重新建这个圣殿的工作。我们看第五、第四节来，我问与我说话听和就是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呢，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再解释一下，所以当这个天使在网上向撒迦的显现，把异象灵性给他八个，然后当第五个他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看到这个金灯塔，又看到两个这个呢这橄榄树，如果对我也不明白，他说我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这天使就解释了，听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两棵橄榄树，一个代表所罗巴伯，一个代表了耶稣亚。谁是所罗巴伯呢？如果你读这个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话呢，我们照理我们当所罗门王之后，因为他儿子和这个臣子有一个问题，就分了北国南国啊 division 呢，北国就是那个以色列南国犹大，后来北国也被亚述后来被掳了灭了，那南国后来一百年后也在586年 586 BC 就被掳到巴比伦70年，被掳之后呢，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就到那边定居70年时间。所以你看那犹大王当中呢，有20个王当中呢，有8个好王。当然最后的王都是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哦。所以因此呢，就3个王，就是叶雅敬、叶雅金和这个西底家啊，这个名字很多了啊。就因此呢，他们都开始陆续呢被掳到巴比伦，就完全就灭了。原来是伊雅敬，就这个王的伊雅敬这个王呢，他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12节耶格利亚的名字是同一个人叫伊雅敬，他的儿子叫撒拉铁，撒拉铁之后呢，一个儿子叫做就是这个所罗巴伯。原来所罗巴伯就是这个犹大王的孙呐、啊，他被掳到巴比伦呢，经过好多年后，37年后，他才能够抬头跟这个呢当时的王坐在一起吃饭。所以这因此呢，看到虽然被掳的神还顾念以色列人，所以他后代没有断续。所以所罗巴伯在耶稣家谱里面，你看马太福音的名字的又名叫所罗巴伯，你看1章12节，其实看马太福音这个所罗巴伯很重要，以神心情啊，回到耶路撒冷中建圣殿工作。我们看第7节来说，大声呢，你说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什么平地？因为要建这圣殿是很难的工作，他被绑住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呼喊说呢，欢呼说呢，愿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之功。这是耶和华忘记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给我们看这个啊，所以这是背景啊，经讲这背景啊，以色列人在那年53年被掳到巴比伦啊，归回了啊，在606年开始被掳，一直到536年70年之后呢归回，要目的神都你要回去重重建什么呢？一直到重建圣殿。70年当中呢，整个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荒废了，像没有人在基原居住的很穷的人，还是非常老的人住那边，房子的精英分子呢，是王住的都被掳到巴比伦了啊。所以剩下的都是那些孩子的啊、孤儿啦、还是些呢老人家，所以这时候呢，神就让他回去重新建圣殿。但是他面对很多遭遇、很多问题。如果今天你跟着我们的读经的城的以斯拉记第4章，你找到他面对的拦阻啊，不允许他们建圣殿，这边就很多敌人的这种那个攻击，很多他就开始向这个波斯，本来波斯古列王允许他们回来建圣殿的。他的公公啊，但是他的儿子孙开始反对他们了，就不能允许他们进圣殿，一停都停了15年，哇，15年时间停了，所以直到520年，他们开始就重新去想怎样重新建成圣殿。原来是撒迦听见这个异象是在520年，
到了5.1年、4年后、5年后呢，才把圣殿大功告成，用了20年时间才把圣殿建好，停了15年，另外5年是能重建圣殿。所以请问建造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们喜欢听历史的吗？不喜欢啊、哦、什么事一读历史一听历史，因为我是教历史的，我在实习教历史，我在这个公司教这个教育历史的啊，所以历史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看整个东西是这样子发生，被掳的不是马上就重复建圣殿哦。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看以斯拉就今天你看我们读的不建成第三章，我们欢喜啊，地丁跟地丁跟地基那个呢，这个基士啊，根基啊，动土里哇，很高兴啊，讲不到不久我又停了一停，一停15年，就那20年才完成的工作，就是圣殿的工作，活36年，他们才归回之后呢，被他们就五一六年才20年后才把圣殿建好。今天我就用这经文的故事背景来讲，我们今天如何建造，预备好了没有？好，第6点，我们看我们如何建造，我们要依靠圣灵，一起说依靠圣灵。这个是五旬中灵恩教常常使用的经文了啊。好，对我说呢，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刚刚说你不是依靠才能的意思，这个才能不是 not by might not by power， 什么意思呢？ might 是包括军事力量，今天你不是靠军事力量去打仗，所以以前是有巴比伦的军队啊，埃及的军队呢来打啊。这个时候你不是建圣殿工作，不是靠军事力量，也不是靠的呢这个呢这个呢才能，不是靠的你赚财物有钱就能建造，那依靠谁呢？要依靠主的灵 ，By my spirit。那今天要建造，用灵的建造。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就外在建造是很难的。我们做牧师，我们知道，你帮助三个是没问题，但是要改变一个生命，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改变思想真不容易。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做领导工作，有一个工作我们要做什么事？有一次我们上这个硕士班的时候，一个老师跟我们，你们做牧师的哦，你们工作做牧师的，你们主要工作做牧师，我们说、哦、我们这个探访啊，我们讲到啊，我们去关心人家啊，我们预备讲章要做很多东西的，好不好？啊，他再问问题，你们做牧师是做领袖吗？是，领袖工作是主要做什么？主要工作做什么？如果今天问你，你是经理，请问经理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请问你是 CEO， 你是这个执行长，你主要工作是做什么？你是主管是不外事，你主要工作做什么？我们可以讲我们工作的职责，管理啦、监督啦、去做很多东西的严谨啦、协调啦，他给我们大的启发。你能做，无论是 CEO 哈、执行长也好，你是主管嘛，你是这个老板也好，你的工作就做一件事情，你想知道吗？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工作，为什么一个人不改变，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工作只做一件事情，每一次你跟人在接触，无论教导，无论是让他让他听到，让他教训，让他帮助他上课，我们要工作只做一个。我是快讲，快讲，快讲，改变思想，改变思维。那每一个礼拜你来唱，你来听牧师讲道，每一个礼拜你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每一次个礼拜你参加查经班，每一个礼拜参加培训班，每一次你去上学这些的研讨会，他有一个工作是在做个转变你思想工作。如果你思想不改变，你上课也好，听完道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工作改变思想，今天早上我再一次改变你思想，知道吗？哦，老师在班上教课，教课不是教课而已，他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看法，这样你就知道哦，是这样子的，我开窍了，我也会开窍，我永远不改变。所以有就有很多做牧师的人就一直懊恼啊，讲了好多次还是不听，不是因为他没有改变思想，他还能改变他心态，还能改变他行为，还能改变他生活方式。请问改变一个生活的不容易啊？很难的，因为习惯和文化那么久了，很久了，深根蒂固，老树旁根，对吗？你要改的话，真的很难改了哈、哦。但是要从哪里呢？我们改变是一步一步改的。哎，我做个示范给大家看啊，这个孩子啊，可以吗？来，
我们不要马上改一个人，一改一个人的啊，改不到他可能不习惯，那就变了，就很会好惊慌，而且可能改一个他就放弃了，因为呢很辛苦改变了，对呀、啊。比如说他站这边，现在是，这是要被改变对象，我要改变他，改变，是吧？我在改变，我改变他，改变我，所以这里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我要把他拉过来这边，这边是，变成这个好地方，要派过来的，啊，要派过来的啊，他一直不要过来，怎么办？他不要过来，我在改变。所以有时候改变是逐渐的，改变是呢 gradually 是逐渐的，慢慢改变了。好，你看我改变了，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啊，请你跟我这样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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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改变了没有？不知道吗？改变是一个过程，改变是一个持续。那么呢，我必须要想办法，只能把这个人改变过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已经思想那么久了，而且呢，活在一个破碎家庭，一个呢，不好的文化当中，他很难改变的。但是透过祷告。透过我们坚持，透过很多方法，所以依靠圣灵很重要。依靠圣灵能够突破，那不知不觉被改变。坦白讲哦，我们是不喜欢改变的。请告诉牧师，每一个礼拜来参加赞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从事同样坐同的位置啊？是啊，啊，你看全世界每个教会是一样嘛，是不是？是一样坐同位置，你不能改变，习惯了。里面冷气啊，是哦。冷静，别人不冷呗。他啊，是老师，我自己对你没用，这因为被惯了吗？所以有时候嘛，啊，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说不容易改变，但是要依靠神。我们感恩上帝，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圣灵工作，我们相信圣灵还在工作，所以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就能改变。阿妹嘛，给弟兄姐妹。不是靠是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不是靠着精力，也不是靠着智慧，而是依靠圣灵。这个是旧约经讲的。你要建造圣殿，不是靠着这多有力量，多有才干，不是。如果没有神的灵工作，你只会有资源好都做不成的。你这个力量做不成的，要依靠圣灵。一起说，要依靠圣灵。要依靠圣灵。我记得好多年前，在15年前、20年前呢，我们爱恩堂，听好了哦，我们爱恩堂是很少做社区关怀。真的，我们的内部建造，你看，如果来我们教会啊，我们买6块地，不少地，所以我们自己的建筑，我们自己的等等啊，我们就这个学校呢都很大，但是我们很少做这个社区关怀工作，所以被成人只说，哎，这个教会是自己教堂的，没有什么影响社区。这赶上呢，在10多年前就有一个医师，是做英文教育的，他看到街上很多这些流浪汉。这边有没有人看？有啊，有啊，好不少。我们流浪汉都在那些墓地附近啊，他们就是啊，这些坐在一起的，可能捡纸皮的、捡罐子的、捡这些来就卖了哈。所以这个弟兄就因为有爱心呢，就开始在印度的岛地上啊喝醉酒啊哈，还有很多些马来人呐、啊，还有些印度人啊、华人都有嘛、啊，西度人也有嘛、啊。然后开始的就把他们去做一些关怀工作，就开始一个中心就收留这些的流浪汉，哇，不容易哦。你要把一条猪那边的啊，所以我们要开始的这个工作。我们感恩就是开始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叫做爱怀之家，就帮助这些人来到我们当中。这些都是呢，可能他们是没有家的，可能家里没有人在照顾他们，他们流浪在这个的街上啊，就是做捡纸皮啊这些，但是就把他们带进来。就一个弟兄，就是穿红衣的弟兄，就是就一个呢吸毒者啊。他就因此就被受理了，最后呢，我们就训练他，就成了一个领袖，来带领这些的流浪汉的人，啊，当时很年轻，因为他过去有吸毒的这种身体有问题，在2年前就安息主来的这个他们，但是这弟兄是非常棒的，因为帮助了很多这些类似的人呢，哈，所以最开始一个律师开始，
他不懂得华语，他是愿意帮助自己，也就是说华文教育的人不讲华语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有心的话呢，上帝一定为你开路的。一做做了十多年了，跟这个工作就这样子继续联系，就开始我们接触很多，开始关怀社区工作，开始这个事务银行副 bank 啦，开始这个关怀部啦，开始这个陪护班啦，开始这个的不同的施工啦，哎，这些目的是在接触人情的工作。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圣灵感动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常常跟我们说话，我们其实有时候没去留意听啊，要去注意啊，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施工啊。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要基于如何建造呢？除了靠圣灵之外，神给你智慧，圣灵来把智慧给你，把恩赐给你，把这个能力给你之外，他说要给你很大的我们的信心去跨越大山，一起说跨胜大山。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经文说，什么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呢，你必成为平地。所以大山是说建造圣殿工作是很大的工程，很大的这个工作不容易做的，很难做的，很难突破的。但是神应许什么呢？神天父天使向撒迦说呢，不用害怕，大山呢，你算什么？从今开始，你要向着你的大山说话。请问你有大山吗？大山拦阻你前进的东西，大山可能是一直看不到前面方向的东西，你要到上到大山的大山挪开，挪到大海里面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信心相信的话呢，你求上帝把大山挪掉，山就离开，信得着就必得着大山。所以信心很重要，所以要跨越大山，你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更大信心去完成的工作。所以神把这意象给谁呢？给这个撒迦利亚，给了这个哈该，同时兴起耶稣亚，这个大祭司，兴起这个所罗巴伯，这个省长，一起来建造。虽然是面对很多的拦阻，很多敌人的困扰，已经拖了十五年了，但是这大事好像没解决。但那年开始，神说：“你不要怕，向大神说，你算个什么？从今开始，弟兄姐妹，你人生里面面对大山，可能是疾病困扰。”可能是工作问题，可能是家庭问题，可能孩子问题，可能是感情问题。你要这样说，你要这样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呢？阿门吗？你要宣告大山挪开，他就必挪开。要信心宣告，这是非常重要哈。所以你这样做的话，你看你生命就有一个突破。感谢上帝，一个有不同问题，他的工作影响他一生，一天只睡四个小时。你想这样，如果长期累一个去呢？不倒别人也倒、所以当时因为他明白神的话，方劳苦当中当然回到面前来，我要必使他们得呢安息。所以曾经把他转变，很多很多人来我们教会，在好多因为在2011年我记得那一年呢，我们就一个应许了，就是那时候参加一个营会，在营会当中我们叫一个营会。那么呢后来我们另外一边是英文堂的，他们有一个的牧师，就是一个议员说 next 8 months你的教会将有很多这些资产来的教会，哇，一元我问好哦，但是英文堂的我不是给我们的哦。那我说那一个教会嘛没分嘛，我知道，硬气拿过来，就我了。哎，那年我被请两次，我是这两年，那我们是隐晦，就是在龙滨，在这个九号廊的一个牧师请我们总会长做讲评，他说花 8 months 我记得这个经文还录起来。做几个英雄的 8 months 我们来教很多这些的市场的人，因为不要进很多教会的，那时候我们早期都很多老人家啦，都很多孩子啦，都跟每个人好多都不出去了啊。市场的人从25岁到45岁之间的就很少啊，因为他们的工作忙碌，不是没有，他们工作忙碌嘛，孩子嘛，事业嘛，很多东西就没时间给成了啊。所以那年2011年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了，可以，我就做了一个英雄，真的大给哦，真的来很多职场的人。记得那年就是 Benny 啊 Benny 啊 Andy 啊，那年怎么来的？我真的印象里面呢，这些都是一阵子，我这些都是他们的口子。哎呀，当时他们都欠债的，他们都很多问题啊，健康问题啊，欠债问题啊，头好难的一些市场人来我教会，真的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来了教会，他们经历上帝。我记得那一年呢，他那个这个姐妹 Andy Benny 他的。Benny 的父母来教会，第一次来教会哦，他脚痛哦，第一次来教会我就给他打到脚马上好起来哦，哇，可能是他很高很惊讶，一看他刚信主不久就带爸爸妈妈了，爸爸第一天就得医治，很高兴哦，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们就经历上帝，他们就开始来参加祷告会，我不知
不知道都是从祷告开始的，2011年开始，就有很多职场的就很多开始也做很忙工作的改变啊，怎么改变跑道？改变跑道，所以说上帝不是有时候上帝让你改变跑道，你才有盼望。不要死跑那路，那路已经是死路了，你一定要转路嘛。啊，就来到尽头怎么办啊？跳过去啊，油灯啊，跑过去啊。不要傻，知道没有？这就死路了。所以有时候你信了主，生了，有时候我们多刚性和过一百二，是吧？做好事业啊，做一阵没有多突破呢，所以说这是死路了，你要改变跑道了，不要跑的路了，所以很多人开始改行啊，改行。就是这样子，有一个生机，有一个开始，明白吗？人们人生都有大伤的，有些婚姻问题，有家庭问题，还孩子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做祷告里面，祷告当中敬畏上帝，阿门嘛。感谢神啊，所以上帝是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啊。好，我们看时间关系，我们也开始了当今妈妈是否哇，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个教会都有当今的妈妈嘛，是吧？但是妈妈可能是因为丈夫去世的啊，或离异了，可能是寡妇啊，可能是去营，所以在我们5年前呢，就是一个姐妹的牧师，我一个负担要帮助，看到很多这些当今妈妈，还是要帮助。我们做牧师师母是不方便去帮助他们的，这个牧师哦，所以看到当今妈妈，知道有一个姐妹还我们扛着，我的工作是成全她，我一个恩膏是成全别人的，要做东西感谢上帝，你也提你做。然后我帮助你，我找人帮助你，我去带他们去看一些施工，看一些光台施工，当今妈妈施工，大家看这个地方，回头挨着看一下这个当今妈妈施工，就一直什么做现在，哎，每个星期六他们都去探访一些的当今妈妈，不但当今关心的当今妈妈，华人也关心印度人呐、啊，包括马来人也关心他们，这很好，弟兄姐妹，他们就这样子有一个团契，他们就有很好的一个呢交流。好，对于我们教育都很上的这当今妈妈，他们都很棒的妈妈，他们开始找到自己，找到很多同病相怜的人一起分享他们的心事，他们就开始去壮胆起来，真的是这样不容易的。请问一位当今爸爸施工吗？没有，不是没有当今爸爸施工啊。我发现一个事情哦，做不成的，因为呢，当今爸爸是个爸爸都要去起的。爸爸回家去起，不是吗？你看年轻的爸爸都在起的嘛，有没有？啊，我是不是啊？啊，是的，是的，后来才一起的，不容易。这个弟兄我认识多年了，二十一年了。他第一次来叫我什么？他就抱水喉哭啊，后来外号叫安老。很牛啊，很硬脾气的，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老婆离开了，所以养四个孩子，养四个，那孩子这么小些，二十一年是小些的孩子，这边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孩子在韩国读大学，然后呢，女儿也嫁了，两个孩子双生了，已经在工作了。现在安心的再起一个了，你说到当初爸爸做不完，做不成的，你也不起，这是事实的。当初爸爸就不起，还坚持哈，说佩服妈妈，所以还是要信当初妈妈。这个事都是这样子开始的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大山，我们人生有很多大山，所以我们陪伴他们度过大山。我告诉你，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恩典了啊！好，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的教会的一些培训班啊，这些我们今天讲到这些孩子哈、是放牛班的孩子，就是孩子不会读书，读得很糟，名字不会写，一二三也不会写，就是帮他们去写他名字，不是补习班哦，是陪太子读书哦，陪他们读书，陪他们做功课。哇，我看我佩服这些老师，都是义工啊，我们都是义工啊。他们有八九个啊，都是每一次都有两三个老师去帮他们啊，每一天啊，所以是这样子用心帮助的孩子，佩服吗？好，第三个，你是没关系，我要结束了啊。第三个，我看第九节，他说呢，所罗门的手立了这根根基，他说必完成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字。弟兄姐妹，如果出于神的心意的，出于神的旨意的，出于神的计划的，你做东西一定成功，必成就这功。如果不出于神的，你不用有保障了。出于神的计划来，一定成。怎样知道出于神不出于神呢？你就看到上帝怎样带领你哦。
啊，你看宇宙是上面有没有随着你没有什么同在的啊？他说所爸爸所立的这片根基什么时候呢？在15年前，这是一个惊人啊！他立了根基之后，就因为和男主立的那个男主他们成功听了15年呢。我们就问，如果你15年做的东西没做完，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很多这些 abandoned building 的一些被废弃的建筑物嘛？我记得在1999年、98年一个经济风暴，斯里兰卡有很多的建筑物，很多的很高的建筑都停工了。但后来现在还好了，也买过来做医院啊，做的 mall 有了啊，所以停了好多年了、啊，停了好多年。从这个圣殿也停了15年时间呢。神提醒撒迦利亚说：“告诉扫罗巴伯，他所做的工作，就15年前立了根基，当时他手臂完成之功。”上帝没有忘记，撒迦利亚的意思是神必纪念，今天记得，也许你都忘记了啊，圣经跟神的承诺，你都忘记了，上帝没有忘记你所承诺的事情啊，上帝，我们很伤亡啊，上帝也不会伤亡的，他纪念你所要做的事情。阿门吗？把掌声给了上帝，上帝说你的手必成就的功，阿门，必完成的工作。哎，这给我们带来安慰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怕做个新工作，一怕做一半做半途而废，做不好。我记得呀，还是不做好，怕失败。特别是华人啊，我们都非常精心，懂不懂？他打算清楚哦，不要做一半做不完了啊，给人笑啊，哇怕。但是如果吹上帝的，你不要怕，上帝会帮你成就这个。但是挑战是你要付出什么代价的，弟兄姐妹。我们做那东西要殷勤的，因为他们重建圣殿15年后呢，他们一边做工啊，一边防备敌人的攻击，他们一边做工，殷勤工作，要牺牲时间啊，牺牲他们体力啊，还要专心用心做，所以这个成功的秘诀是这么简单，要殷勤。弟兄姐妹，你不可能懒惰不做东西，期待有成功的，你不用功读书，那期待拿很多 A 可能吗？可能你一定很用功，一定要殷勤，但是殷勤不一定成功的，但是殷勤是必须要的，成功一定要殷勤的，对吗？听好了，所有那些成功的人呢、啊，他有共同的一个的秘诀，想知道吗？他们都很早起身，他不会睡得很迟的啊，11、12点了、啊、还睡着吗？他还挺晒屁股的，还没起身，意思他们这些就是很早起来。因为要早起来，你就更多时间。我就养成习惯，我现在早起来。还有我用一个金光，美国一个海军的金光，在毕业典礼讲一句非常棒的话，他说：“要成为惊人，要成为成功的人，一个样原则，从你生活第一个东西做东西，就决定你那一天会不会成功。”他惊人第一个。军人啊，阿明，第一件事情起来做梦，你知道吗？折，多少钱？折费，哇塞！折费，对呀、啊，他工作是折费。所以我问很多年轻人，今天年轻人，你一个起来，你没有折费的？没有啦，我们妈妈帮忙折了，我们帮忙啊，另外个干啊，我们也是请人帮忙折了。要折费，今天早上我起来我也是折费，这个是好漂亮，我也折了。习惯了，所以要第一个动作，只要有人帮我们做了，我们新做好的东西，就给自己信心。这个简单的工作不难，你做好了就给你第一天要做东西，把你备置好了，把整个做整齐，就那一天你觉得有信心，明白吗？哎，这跟我们心理有关系的，最基本东西我们都做不好，你怎么期待那一天做好？这是应该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去。早上起来第二东西不是刷牙是飞行的，怪很少人在想，你去过年前十个里面有几个人早上起这杯的，有没有第一个看手机睡的？真的有道理，有道理吗？啊，现在我不是在改变你的什么，你去这杯啊，这个很重要，不要小看这小事哦，真的每个小事都迈向成大事，对，每个成功的大都是一个小小事慢慢就成为大事了，所以我都不会忽略每个小事，对啊，所以牧师没有骂你们啊，牧师鼓励你
要责备我没关系嘛，这个你责备对你好处，因为养成习惯殷勤。OK， 小事成功，你就是迈向大事成功了啊！牺牲用心，这是成功的代价，一定要做的啊！殷勤感谢主啊！所以以后呢，你慢慢的话，高兴哇，孩子改变了，早起来就是这辈的，哇，高兴！你去看很多淫秽嘛，孩子年轻的淫秽啊，很少的这辈的很少的。不要讲孩子年轻人了，我都我们大人都不会被这辈的了。啊，有道理没有？有哦，这个就是今天要写的功课，要成功，你要成功不是在外面成功，基本的东西我们要做的做好了，阿妹吗？人生就很快乐，我觉得很重要吗？一些东西小小的成就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告诉你，你必须从心里啊，每一个小小的成就就给他的自鼓励，你就自信，自信很重要。哎，好，你就能够做很多以前没有做的东西，你去突破。好，所以我们这个下回讲的话可以自产团契啊，这些我们的对，好，我们看看对，好，第四个，一起说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你看，当手包包手已经立了根基，被完成工作，被完成工作，你一定有毅力啊 ，grit， 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不能够放弃的，你要有使命感。就用讲为什么今天会不断坚持做的东西，因为有使命感。人没有使命感，你活着就没有觉得。我是要去做的东西，因为没有使命感，我接下来一定要让他有使命感。所以我常常鼓励同学们，你要开始的接触人情，你开始对人生有一个价值感，你要往前走是为了上帝缘故，要坚定，不要因为人的话就是因此人就放弃了啊！所以要坚持到底。爬山的人不是山多高，有一个人访一个记者访问一个美国一个爬那个 Everest 山那个人啊，他说你最大的难处是什么？问说从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不是山多高，最大的挑战是我的心，没有信心。弟兄姐妹，你看到不是山多高，是我们的心有多高。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有这个坚持的话呢，多高的山还是爬得过去的。阿弥陀佛，就怕你没有信心，就怕你没有这个毅力，又怕你的坚定，没有使命感，你就很快放弃了。所以今天教你们要培养弟兄姐妹有使命感。他们自产的有使命感，你不是为了赚钱，你赚了整个世界，你赔上了生命，就很可惜。我们都忙着我们工作，忙着侍奉，现在鼓励我们的张伟教会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建立教会，跟牧师领袖一起配搭。我要感恩我们的爱恩堂，很多弟兄都可以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在帮这个爱城市活动当中啊，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是我们在主导整个这个运动。啊，爱城市运动过程的关怀工作，大多数的经济啊、能力啊、财务是我们爱人堂开始的，所以都是因为这些的有个使命感，他们一个牧师推的，啊，因为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坚持到底。好，我看最后一个我们就结束了，所以我们要坚持祷告，一说坚持祷告，坚持祷告，这是我们祷告上，我们的附近的祷告上的祷告会啊，我们要坚持有门徒训练，你要有门徒训练。要坚持祷告，遇见门徒训练，这个很重要。坚持他们要去认识神的话语，认识上帝，这个很重要。你都说不认识上帝，我们开始传，坚持要传福音，坚持传道，就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祷告啊，门徒训练啊，传福音啊，是我不可缺少、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施工。好，最后呢，我们看到上要完成使命，就是你一定要呢，就是帮助我们呢做谨慎的应许。应许里面虽然是呢。拖了好多年，15年，因为5年才完成，20年时间，甚至应许呢，他必会成就，他必纪念。阿门。两弟兄姐妹要完成大事工，你就要先丢出的帮助我说，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教会。我看到你们就有一些使命，有一些的意向，这很好的。但如果没有人去完成，就很可惜的。你一定要说，我要求着给我的应许，让这个教会成为整个国道道路。啊，做牧师，昨天晚上做牧师讲，这个教会，这个城市叫做新城呐、啊，对吧？对。叫哥德堡路嘛，新的城堡。哥德堡路。所以，我在最近在上帝，我发现我们使人伴侣一个名字更特别的，我们是 Negrisan Milan Dalu Khusus， 哇！后来我看到打告说，哦，我们使人是很特别的一个州啊，特殊的州，哇，对。我是很特别的人，又活在城市里面是很特别的人。哎，这个名字影响我们，你们是达鲁吗？达鲁，什么意思？
美丽，美丽据说啊，于是达罗尼曼啊，所以我们达罗故事，达罗尼传。OK， 好，弟兄姐妹，上帝把使命给我们，弟兄姐妹，教会要有使命感，要有求主给我们恩典去完成这个应许，上帝必与我们同工。记得，出于上帝的，上帝必负责；出于你自己的，自己要负责。写几 K？ 真的，出于上帝的，上帝必负责，对不对？所以自己你要做，上帝自己去做。所以今天说要求问上帝，上帝说是的就赶紧做，不是的就不要做了。不简单啊！今天我们求的帮助我们，上帝的恩手在我们身上，如果与我们所罗巴伯同在，也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起来祷告，关上起来。这些都是我们教一些施工啊，让知道是要我们如何去完成。我们也突然讲到，我们开始去接触人机，去做一些社区关怀，社区关怀工作，影响社区，我们关怀我们这些社区的一些不同的民族的人，啊，我们去探访不同的人啊，转换社区，我们关心我们警察啊，这边讲的啊，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坐在警长的旁边。那么，哇，不是我很厉害，是因为呢，上帝要我去关心这些人呢，啊，你关心警察吗？这个上面很美丽，为什么呢？我在里面不是，是不是三大民族？这两个都是我同学啊。这个警长，他已经是我同学，我在警察局才认得我，三十多年前了，在我们中学的时候，他是我警长，在印度人过来做了这个做一个经理，所以我们三大民族我们走在一起，这个何等美的事情！阿门。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要依靠圣灵，一直说要依靠圣灵，要依靠圣灵，要跨圣大山，要跨圣大山，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要完成使命，要完成使命。阿门。好，闭上眼睛跟我这样祷告。今天早上，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让我一生，让我一生。跟随主的脚踪，跟随主的脚踪，天父啊，天父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求你鉴察我的心，你知道我很多软弱，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有限，你知道我的有限，求你恩待我，求你恩待我。今天早上，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说话，你如何借着异象，向撒加利亚，先知显现，也鼓励所罗巴伯，重建圣殿，虽然拖延了好多日子，但是，既然是神的应许，主啊，你必成就，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何等的应许。求你给我们教会，使命感，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我们愿意，成为有使命感的人，让我都成为，主的门徒，紧紧跟随，耶稣的脚踪，求主给我信心，给我能力去完成，天父谢谢你，求你改变我，我知道，我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被改变的，我的思想，我的态度，甚至我的性格，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圣灵来，更新我，改变我，给我毅力，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我要一生活着，就是荣神一人。叫神的名字得着荣耀，叫人得到益处。天父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你，乃
是奉靠耶稣的名字，阿们。我们开始来祷告，主为自己的祷告。今天我们就能祷告了，向着父求的，我们说主啊，这是我们跟你立的约，叫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家庭，叫我们的事情，因为你的同在，你应许我们，你如果应许所罗巴伯，你的应许也必临到我们当中。因为所罗巴伯手必成全这功，必完成这功，必完成这功，不会放弃。主啊，今天请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做每件事都为了神国，为了天国的缘故，非靠势力，非靠才能，乃是依靠圣灵方能成事。主在能不能在你凡事的人，我们像沙滩的大山那里说了什么呢？大山那里被挪到海里面去，挪到海里面去。我奉耶稣名，因为信实的祷告，因为信实的渴望，我们相信我们被提升了。我们祷告，我们赞美教会要被提升了，每一位都要被提升了。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命定，找到我们的方向，找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我们为主征战，为主而活。哈利路亚！我们的妈妈，辛苦了，妈妈，谢谢。我们的爸爸，爸爸，爸爸，谢谢你的爸爸，爸爸。圣灵再次更新你的教会，更新我们的心智，更新我们的对你的认识。我们要更加认识你，主啊，我们想兴起，兴起，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成为更坚固、更多认识你的人。认识耶和华必刚强行事，认识神的必刚强行事，认识耶和华的必刚强行事。主啊，认识你的，我们必得到帮助，我们必得到帮助。圣灵让你帮助的教会，成为一个刚强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教会。哦，不是为活动，而是因为什么存在？是活动不在一样。哈利路亚，圣灵啊，你帮助我们，帮助牧师，帮助牧师，帮助领袖，帮助我们长老，帮助每一个组长，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同心合意来一同完成你的使命，一同完成你的工作。哈利路亚，圣灵，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向着每一个人说话，对着每一个人说话，每一个人都是你觉得重要的仆人，是你，你要跟他当成就大事，成就大事，成就大事。愿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主。在我们面前，为着千回感恩祷告。今天神在对着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岗位服侍的，我们真的要全心全意去完成它，不要轻易放弃。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找到我们的命定，然后找到我们的目标，好人生里活得更加有价值。因为不是我们做什么，是神肯定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他手中的这个的器皿，我们要成就他的工作，像所罗巴伯一样完成这个建圣殿的工作。做师父的教会不断建造，再建造，再建造。做时候的到了，你必让他看到他们所劳碌的这个成果，他们要享受这个成果，这是你给他们的应许。主啊，你赐福的教会，让他们坚持祷告，坚持传讲福音，坚持门徒训练，坚持你这个给他们的托付和使命。我为他们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感谢主耶稣，天神祝大家，谢谢主，阿门。